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第一眼。近日呢，泰国政府对外公布了一份皇家项目的人事任命书，内容主要为泰国十世王马哈哇加龙公国王担任为国王宗教人民做善事造福于民皇家项目顾问主席，诗妮娜贵妃担任顾问副主席，帕查拉基蒂亚帕长公主呢则担任执行主席。 另外，该皇家项目其余四十名执行委员会成员，主要由枢密院成员、重要部门次长、军队高级将领、退休高级官员组成。据泰国消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号，泰国政府呢也曾对外公布过一份皇家项目人事任命书。 及泰国实事王马哈哇贾隆公王担任用心做善事，造福于民皇家项目顾问主席，施尼娜贵妃呢担任顾问副主席，帕查拉基蒂亚帕长公主担任执行主席。但时隔于两个月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号，泰国政府公报网呢再度公布的皇家项目人事任命书指出，泰国实事王马哈哇贾隆公王和苏提达王后共同担任用心做善事。 但是，赞福于民皇家项目顾问主席帕公主呢担任执行主席。此份任命书上呢未出现施尼娜贵妃的名字。大约三个星期前，即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一号，泰国政府公报网发布的文件称，由于施尼娜贵妃有违王室规定，以对国王不忠，国王决定剥夺她的封号和军事头衔，直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号。 政府公报网发布文件称，前废妃施妮娜并非是不贞不洁之人。国王呢特归还施妮娜的王室头衔、宫内军职及勋章，且自此之后呢，施妮娜贵妃可被视作不曾被剥夺任何头衔及爵位。另据了解呢，泰国预政厅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号发布的一份文件指出。 为国王、宗教、人民做善事，造福于民，皇家项目是由国王和苏提达王后创立的。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号，国王呢曾为该项目捐款二点一七亿泰铢。该项目推行一年后，二零二零年底，国王呢又再度为该项目捐款一点二八亿泰铢。 最近呢，泰国国王又给施尼娜贵妃升官了。王室呢昨天发布了最新的任命文件，泰王呢亲自任命施尼娜贵妃为监管监狱的高级官员，这才让网友们反应过来。之前在狱中十个月，原来是跳板呢。施尼娜贵妃呢，是不是应该感谢这十个月的牢狱生活？ 没想到呢，被释放后，贵妃的道路一路顺。王室官宣了这个消息，施妮娜贵妃呢，彻底不是花瓶了，有了更多的权利。苏蒂达王后呢，虽然这段时间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博士学位，但是这完全比不上贵妃的这个职位啊。施妮娜贵妃不仅在感情上得到了泰王的宠爱，更是在事业上呢，有了自己的方向。 太王呢，将贵妃以后的道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苏提达王后呢，就慌了。本来呢，完全看不起施妮娜贵妃，本来觉得贵妃呢就是花枝招展，只会小打小闹。没想到呢，还真是获得了太王的青睐。太王似乎呢，更加看重了贵妃的才华。太王对贵妃往日的过错全部忘记了。 反而呢，现在对苏提达有些不耐烦。就从泰国王室昨天发布的这张新年贺卡来看，泰国王呢，真是将苏提达往后边缘化了。 泰王的手绘新年贺卡确实呢是很有才华，这样的幼儿园水平的卡通画的系列，竟然呢开发出了很多周边产品，卡通图案制作成的新年贺卡，另外呢还制作成了 T 恤。泰王和诗妮娜贵妃呢更是亲自去演绎这种新年贺卡中男女主角呢就是泰王和贵妃，苏提达王后难道仅仅是个王后的空架子吗？ 太王呢，将所有的真心实意都给了贵妃。出狱后的贵妃，每一步都有太王照应着。即使之前贵妃的私房账呢被王后故意泄露出来后，太王呢都替施妮娜贵妃扛着，让施妮娜频繁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诗妮娜呢，打扮的非常漂亮，都可以充当泰国王室文化的代言人了。不管是从服饰搭配还是礼仪规范来看，贵妃呢都超级完美。 贵妃后来的风光和之前在监狱中的生活反差很大，贵妃的监狱生活呢也被往事曝光出来，让人呢看到了一个身处逆境中的废妃，完全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呢做出了成绩，让太王回心转意。施妮娜贵妃在监狱中呢也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这一点就完胜了苏提达王后的苦瓜脸了吧。 当然了，一直都非常臭美的施妮娜贵妃呢，即便呢是在监狱中，也要保持好身材，也要穿得非常紧身，凸显自己的性感身材。越来越多的网友们都认为，当初大王废黜施妮娜，让她去监狱蹲了十个月，完全呢就是烟雾弹。如今呢，贵妃凭借着自己在监狱中生活十个月的经历。 成了监狱的高级官员，这是多大的逆袭之路，多大的反转啊！形象的反差呢，总是让人呢有所共鸣。施妮娜贵妃干体力活时候的画面呢，让人觉得她才是能够担得起重担的人。泰国王室的后妃之争呢，正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苏提达和施尼娜都不甘示弱，看的是瓜的我们不敢拉下一点消息。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王储之位的悬念，其实呢正在慢慢的浮出水面。提帮公和帕公主，谁会摘下这顶未来的王冠？ 马哈国王所承认的三个子女：长公主聪慧，小儿子单纯。在此前的新年度假中，他把这双儿女呢叫到跟前，跟贵妃施尼娜一家四口欢乐过节。提帮公和大王并肩而战，姐姐帕公主呢却要和施尼娜贵妃一同跪地。帕公主呢是马哈国王和原配宋沙瓦利王妃唯一的孩子。 作为长女呢，她也是国王所生的七个子女中大家的公认最为优秀的一个。不但出身高贵，更一直都是王室第三代中的公务担当，相当的有人气。提邦公王子呢，则是父亲的老来子，母亲是有泰国王室最美王妃之称的希拉米。虽然父母离婚了，但身为男性的天然优势，让她排在了王室继承人的第一位。 马哈国王二零一九年举办了加冕典礼，却一直没有册封提邦宫为泰国王储。因此呢，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没有正式立储呢，帕公主和提邦宫这对姐弟呢，都是有机会的。王室办公室呢晒出了一组贵妃和国王的恩爱秀合集，但偏偏呢夹在其中一张照片，国王和儿子提邦宫呢都是并肩而站，而帕公主呢却是和施妮娜一起呢跪在两侧。 这无疑也是出自去年的那次一家四口过节。提邦公王子平日里呢多是在德国上学，但每次回到泰国参加王室活动，在排位上呢他都是按照长幼有序而走在姐姐的身后，并没有刻意区分出如此明显的尊卑之分。 照片中的广夫子昂然站立，公主呢谨遵父命，谦逊跪地，再次揭露了泰国王室里男尊女卑的规则仍然存在。大公主呢在照片中虽然脸上呢也是带着笑容，但细看更像是苦笑。她本人呢已经深深的明白了父亲的态度，那就是提帮公的地位高于他，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呢也很明确了，他没有戏。 提邦公王子呢，自出生时就被默认了会是父亲未来的继承人。这个事情呢，多年来在整个王室里都是有默契的，哪怕他的母亲希拉米被废，都并没有牵连到他。帕公主呢，在年岁上大了弟弟二十七岁。 今年四十二岁的他一直未婚，光是今后的子嗣问题这一条，就足以让他在王储之争上败北。弟弟提帮公王子呢，再过三年就满十八岁成年了，这也是马哈国王当年受封的年纪。 父亲马哈国王一直虚位以待，就是等他长大。而要是有心册封帕公主的话，早就赐封了；没有的话，就只能说明国王从没有这个打算。太王平日里呢重用长女，说到底呢也只是希望能让她多帮着王室干公务。毕竟呢，随着妹妹施灵通和朱拉蓬的年岁渐长，王室里的人手不够，自己呢又常年在德国逍遥，帕公主呢无疑是最好的干活人选。 马哈国王的打算呢还是很妙的，他把儿子和女儿都叫来一起欢度新年，但在合影中的站位又巧妙的暗示了姐弟俩今后的身份。 儿子提帮公未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女儿帕公主呢，最好也能像姑姑施灵通一样，留在王室里任劳任怨，诚恳耐心的帮助弟弟。但是对帕公主来说，这么多年的等待仍旧换不来王储之位，未来呢还要再给弟弟遮风挡雨，她未必真的能如父亲所希望的一样。至于提帮公王子呢，他恐怕最渴望的还不是王储之位，而是呢母亲希拉米早日的回到他的身边。 毕竟呢，九岁亲生母亲就离开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呢，也只有希拉米才会毫无保留的真心待他了。好了，今天娱乐电影呢就先播送到这里，有喜欢我们的朋友，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拜拜，明天见。